击打木工的木工，庆祝九王大帝千秋。敬拜斗母娘娘。农历九月初，梵多印度那摩诃迦牟尼帝舍金罗婆那智吉罗萨那迦杰罗，是有跟着 SOP 的。有空间，好、哦，你们喝掌杯也是一样的，就像是心意啊，啊，对。所以你们这些人是可以嘛？现在可以去我们的政府部准备了，因为我们的名字还有提醒。
大家会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一排一排跟着一排，好，仔细的走，好不好？来接，来。OK， 你们会明白吗？然后你们手上握着一支香，跟着秩序，然后跟着王爷在。好，慢慢来，就争先恐后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。不管是有没有下雨的，你要跟着走，你们把手举上来好不好？如果你们不要的话也无所谓，好，好，现在下的是啊，淅淅大雨啊，没有问题啊 ，OK 吗？现在下的是大雨，你们要跟着王跟着走吗？要的请举手，要的请举手，我们要看一下你们的反应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不要跟着走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们不要走的话，王爷不会强迫你们。如果你们要走的话，跟着王再走，好不好？啊，站稳你们的地方，拿五个元宝跟五个铜钱，其实还没有拿的话，快点去拿。
所以你们手上一定有五粒元宝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走五千。来，我们翻第一粒元宝，来对，来第一粒元宝，来第一粒元宝。
可以